请进，请进，元宵妈神。为什么今天会拍这个开箱文呢？因为我已经有答应大家，我家完工了以后呢，我会开箱我的新家陈设给大家看。女星曾婉婷2020年砸了8500万买下新一区豪宅，日前她开心分享新家开箱影片。这一间呢，就是我的卫浴，这面墙一定要有好好接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皇宫般打造的，光这一面墙的价值是多少？你说40万？哎、欸，就这么小一面墙哦，对，就几十万。不过却有网友认为他根本是在炫富。曾婉婷直接霸气回应，其实我炫的不是富，是一个梦想跟希望，我没有超狂背景，也没有什么靠山，这一砖一瓦都是我用双手打拼出来的，会分享让你们知道是因为真的好喜欢，人真心喜欢不就是会一直分享吗？这番言论令网友大赞，纷纷留言力挺。